可 Lisa 日前一连三天破尺度出演巴黎疯马秀，引起外界高度关注。为了防止偷拍，场内戒备森严，大家最好奇的尺度问题始终只能从观众描述得知。现在 Lisa 本人亲自解答啦，她在 Instagram 上一连晒出十张表演照，尺度一张比一张还火辣，窈窕身材展露无遗。开心写下这次演出是非常棒的经历，感谢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的所有人，更意犹未尽向疯马秀喊话，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打给他。其实自从 Lisa 决定出演后，就引来各界批评，还有部分粉丝因此脱粉，但 Lisa 仍不畏争议完成表演。而除了妈妈绯闻男友力挺外， BLACKPINK 成员们也亲自到场为他加油打气，那就期待女神未来有更多惊艳的演出啦。When I butter things I love.